新年来临，绿都新的球场二月八号会再是显得相当的热闹。原先是由着警察局主办的春风杯篮球三对三斗牛赛，今仔日伫只进行复赛。各区所选出的192队576名选手，要来拼一个关键。这条警察局连续四档拢伫寒暑假为青少年来举办篮球比赛，到场的赖市长是相当的肯定。目前的同学大概渐渐的有几个趋势第一个就是活动越来动态的活动越来越少因此呢体能越来越差那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是体重越来越增加也就是因为安尼，赖市长鼓励青少年拢会当伫咧做学生的时阵，就来养成运动的习惯。而为着要让这场的斗牛赛更加热烈，警察局今年也组成了一队落场要和青少年来趣味一下。今年我们特别由我们分局长也组了一个队分局长等一下我们市长开完球以后第一场的比赛就是我们警察局的分局长的队伍要跟。在场，我不晓得我们少年队规划了会哪一个队来，做一个这个开场的比赛了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整个活动再带入另外一个高潮了三、二、一。第一，赖市长开球了，有着警察局组成的队伍，就伫大家加油声中，带头先来比赛。